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妹，今天不会撒网的，看过来，八妹教你怎么样能把网撒开。来，先把网盘好圈啊，下面我们网兜要理好，理成一个圆锥形，从我们内侧来提起一兜，放在左手上，看到没有？放好，不用管它啊。此时此刻，我们的右手来伸开手啊，虎口夹进底缸，来助理给个特写，来夹进底缸，看到没有？夹紧啊，从小腿位置夹紧，然后慢慢斜上方往上收。新手的话用断踩的更容易操控一点啊，慢慢往上，看到没有？收了之后右手的这个地方是没有动的啊，夹紧啊，两个字非常重要啊。好，收到最后呢还有两个兜，来我们用我们的左手的中指和食指勾起三个兜，勾起来之后呢，来上面的给它放掉，看到没有？勾上的兜放掉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？我手上的网它是成一排的，成一排的啊，啊，成一排的，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吗？看清楚了没有？来，如果喜欢传统撒网的，想把网撒开的，记得1000三连，求个赞啊！来，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到水边来。这个时候我们的网，始终记得啊，右手这个网不要给它拿乱了啊，一定要捏紧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到水边，啊，到水边，然后我们把网给它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看到没有？搭在左手上面。啊，搭在左手上面，始终右手这个上面这里是不能乱的。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河边啊，找一个青青河边草，然后我们马步要都扎好啊，来，然后甩起来啊，来，然后是往前推啊，你看往前推，往后甩，翻手出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样子，轻轻的一撒，这个网就开了。然后我们今天来个。上鱼的，看看这网能不能上鱼啊！这一个，看看咱们这一网有没有鱼。哦呦呦呦，有没有鱼？哎呀，哎有鱼！我天哪，我的天！想学习撒网的，一定不要忘了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啊！来，哎呀，这网上鱼了，上鱼了！哇，好多螺丝啊！怎么这么多？来，上鱼，你学会了吗？哈哈哈哈。